我是毕业于清华大学，从96年毕业到现在，大概有24年了吧。你作为当时闸南县的理科状元啊，考取了清华的，搿种学历更高啊，现在从事于搿个物业行业的搿个普通员工啊，是不是有点失落感呢？这清华出来，有的学历一定要当大官，有的呢一定要赚大钱，或者一定要是搞一个名正言顺科学家。我说的个，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，我们那个时候也不外乎有这些，但是实际上我们也是为了家庭，为了父母，找这样社会工作干活。一上幼儿园时参加这个考试，那个时候我有个公立员证。还有是晚上赶到洗浴的，还有接到业主监护的这些电话呢，投诉的呢，马上他不管是什么时候，他都会去，都会去上门协调处理。也有人干过什么清华的高飞啊，是高师傅打轮子啊什么的，也有可能见过的类似的，但是我也当他只是句玩笑话。其实我认为呢，就是在社会来讲啊，不管你是清华人、浙大人，就应该就是讲以服务社会、给社会做贡献啊，从这个方面来衡量自己的人生价值。